呀，你轮转天气风湿骨痛好辛苦啊。奶奶，我啱啱买咗一个最新科技嘅太空小灵晶，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噶，咁就唔怕风湿骨痛啦。哇，咁好噶，咁啊买多个分享下俾阿姨婆啦。太空小灵晶可以喺六创意健康店买到。电话2882-4848，网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今次同大家介绍的疗剂叫做金盏花，英文叫做 Port Marigold， 学名是 Calendula officinalis， Calendula officinalis 金盏花。金盏花的应用范围是非常之广泛，亦都是在商科里面呢是一个最重要的疗剂来的。咁喺美国早年吓，喺美国内战嘅时候吓，美国 Civil War 内战嘅时候，当时咧就喺所谓消毒药水咧都唔系咁广泛出现应用啦。咁喺战场上咧，金盏花咧可以咁讲咧系所有嘅医生咧系必备同埋常备嘅疗剂嚟嘅。对一些那些受伤枪弹的受伤呢，是会帮他呢是加速他那个复原啦，是减低他那个化脓啦，是舒缓那个痛楚的。金盏花处理的伤口呢可以这么说啦，是第一就是不容易化脓啦，最重要是它令到你的瘌都没埋的。很多人呢曾经呢可能因为受过创伤啊，或者砍穿头啊，或者皮肤呢是因为受伤撕裂了啊，或者割伤了啦，咁流血啦。咁用了这个金盏花之后呢将好返了啦，连后来呢连那个瘌都找不到的。咁所以呢可以咁讲呢，金盏花呢係一个商科里面呢係非常之非常重要嘅工具嘅疗剂嚟嘅。好啦，咁除咗伤口，记住係伤口打开咗嘅伤口，刀割嘅伤口，撕裂嘅伤口，或者挫伤嘅伤口啦，流緊血嘅伤口可以应用呢，金盏花呢亦都可以用喺一啲
嗰、那個誒嗰、那個頭皮嗰啲燒傷嚇，即係燒傷啊，或者曬太陽啊、曬親啊、皮膚燒傷，咁可以用呢個金盞花咧，當為一個局部嘅用嘅。咁亦都喺經常喺生細蚊仔嚇，婦人生細蚊仔可能要開刀嚇、開肚皮咁樣樣，咁、那個肚皮嘅傷口咧或者嗰個陰部嚇、陰部嘅可能撕裂咗啦，咁生咗細蚊仔之後咧，可以用翻呢個金盞花。咁喺呢種情況咧，我哋會係外用嚇、作為外用。咁通常咧係用熱敷最好嚇，將金盞花加熱咗佢之後咧，就攞啲紗布啊咁浸咗，可以用喺外部嘅傷口。咁甚至乎係肺炎嚇，你可以用肺炎，可以一個熱敷用喺肺炎嗰方面嘅。好啦，除咗傷口方面啦，我哋亦都可以用喺耳仔嘅耳膜穿咗，咩原因都好啦，可能創傷啊，諸如此類啦。耳膜咧係穿咗嘅，有窿嘅，咁亦都可以用呢個嘅金盞花去幫佢個窿修復翻佢。眼部方面咧，有陣時係因為唔小心刺激咗、磨損咗出現眼睛嘅感染。结膜炎啊、发炎啊咁样，或者我眼角膜咧系刮损咗吓，咁、可能只眼咧啱啱做咗手术，只眼好痛啊，任何嘅撕裂啊割伤嘅眼科，或者咧有异物入咗只眼吓、磨损佢，咁出现咧一种创伤性嘅结膜炎啊、虹膜炎啊，呢啲全部都可以用喺用个金盏花嚟到。做钉剂咁样处理佢嘅。咁女性方面咧，生咗十蚊仔之后咧，嗰、那个子宫那个阴道咪会撕开撕裂咗嘅。咁或者手术啊，或者甚至性行为咧整坏咗吓，即系整伤咗阴道咧都可以用嘅吓。喺子宫颈嘅油啊，甚至乎咧系嗰个子宫嘅癌症出现流血。金盏花亦都可以帮助舒缓呢个嘅情况嘅。咁头皮嗰啲伤痕啊，可能俾啲人攞樽玻璃樽一剥咗落个头颅嗰度，咁当然啦，一定咧嗰个头皮咧就一定俾佢撕裂咗噶啦。咁金盏花咧即刻嚟帮你止血啦。头部嘅伤口血流比较多嘅吓，咁跟住咧就用个金盏花敷佢咧，就非常之令到伤口康复到咧。甚至乎咧，你事后咧一段时间之后，你再睇，你个瘌都冇埋，系平复得非常之好嘅。好啦，四肢方面咧，可能因为嗰、那个关节周围嗰啲嗰啲伤口啦，可能因为开刀咗之后啦，出现痛症啦，出现嗰个关节嘅根基方面咧，可能撕裂啊、肌肉撕裂啊咁呢种嘅情况甚至乎嗰、那个植物肿胀溃疡呢啲四肢啲伤口咧，呢个亦都系非常之好用嘅地方嘅。喺尿道方面咧，亦都曾经咧系处理一啲年纪大嘅人啦，嗰个尿频非常之尿频，咁因为年纪大比较容易多嘅，咁咧就金盏花亦都曾经帮过呢类嘅情况噶啦。OK。好啦，咁牙齿方面咧，就系剥牙啦，相信好多人都有咁嘅经验啦。剥咗牙之后咧，你可以用金盏花咧，系用棉花啦，将佢印咗啲金盏花嘅钉剂咧，系扼起嗰个蚊咗牙嘅伤口咧，系即时帮你止血得好快嘅。肛门方面都好啦，任何嘅撕裂啊、伤口啊、化脓啊都有用嘅。咁皮肤啦，可能皮肤有爆裂啦，植物嘅溃疡啦，或者痈疮啦，瞓得耐咗之后咧，嗰啲皮肤咧就可能开始溃烂啊咁样，咁烧伤呢啲方面咧，全部都可以用呢个金盏花嘅。
咁甚至乎傷口啊、皮膚嗰啲污糟嘢、傷口爆裂咁樣啊。喺胃方面咧，係嗰個胃嗰、那個火燒心嚇，食咗嘢之後咧，可能嗰、那個唔舒服啊，出現火燒心咧，你金盏花亦都可以應用得到嘅。咁金盏花通常咧嘅病人咧喺有出問題嘅時候咧，係通常咧係比較凍嘅嚇，可能受咗傷之後咧，個人好怕凍，或者可能咧起雞皮啊呢方面嘅。咁所以咧呢種嘅症狀咧，都係金盏花嘅症狀嘅。喉嚨方面咧，又可能因為受咗傷嚇，食到啊或者喉嚨受咗傷撕裂咗啊，咁啊可以用呢個嘅啊，可能因為食物嚇異物入咗去咧，係搞壞咗呢個嘅。咁所以你睇到咧。金盏花咧系一个系非常之广泛应用，尤其是急方啊、伤科咧系应用得好好嘅吓。咁、所以喺我哋嘅同疗法咧，金盏花啦、嗰、那个丁剂啦、同埋嗰个疗剂啦、potency 啦，同埋嗰个 anica 吓、嗰个生金车咧，呢两个咧系必。备嘅吓，即系如果你喺屋每个家庭啦，如果你只能够用一两只疗剂咧，咁你第一只就用生金车咧，第二咧就 calendula 吓外科吓内用咁样样。OK， 好 calendula， 同今日就介绍咁多先。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是不是就是你的灵丹妙药啊？需要的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